你怎么哭啊？我好惨啊，我无家可归啊。啊，你的家不是在 L77 星云吗？对呀，怎么会无家可归呢？你们有所不知呀，我的家被马格玛星人给灭了。啊，真的好惨啊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虽然你有家了，但是你还有亲人啊。亲人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不记得难道是失忆了？看这样子应该是的。要不我们帮雷欧找到亲人吧。他这样子也太可怜了。好，雷欧你别哭了，我这就把你弟弟给找出来。弟弟？我的弟弟是谁呀？马格玛星人芝庞顿、盖亚伯里克、凡顿星人、格斯拉王、雷德王、盖亚伯里克。咦，阿斯特拉就是他呀，他就是你的弟弟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看你们俩兄弟长得多像啊。哥哥，我是你的弟弟。弟弟太好了，我终于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的亲人一个个都找出来的。没错，我正好在一个奥特曼，也是你的亲人。谁呀？一活你就知道了。泽塔奥特曼、艾克斯奥特曼、马金特星人、戴亚伯里克、阿古鲁奥特曼、皮卡斯、托雷基奥特曼、横板卡、赛文奥特曼。赛文？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赛文是你的师傅呀。你忘了他还开着吉普车追你了？我好像有点印象了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师徒也团聚啦。徒弟啊，师傅我好想你啊。师傅弟弟都找到了，你怎么还哭啊？高兴的泪水啊。行了行了，眼泪收一收，让你徒弟看到了肯定会笑话你的。徒弟？我还有徒弟？当然有了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把他找来。杰德奥特曼、路上古维拉、金古桥、基里艾洛德人、帝国军团机械人、挪巴、横曼卡。赛罗奥特曼就是他，他就是你徒弟啊。赛罗？对呀，你还把他揍得可惨了，你都忘了？我想起来了，赛罗就是我的徒弟。师傅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。现在雷欧的徒弟、师傅、弟弟都找到了，那还有什么亲人吗？还有谁呢？我还知道一个奥特曼跟雷欧有关系呢。谁呀？是谁呀？横板卡、奇卡斯、梅加诺杰厄、混沌马塞尔加斯、机械艾斯、特利加奥特曼、泰加奥特曼。哎，雷古洛斯奥特曼。雷古洛斯？他跟雷欧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知道他们有关系，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关系啊。那雷欧你有印象吗？雷古洛斯